Чайна. Выскинула, с новыми. Чайна к нам приехала. It is China? It is China? Yes? Do you speak English? China? Mm-hmm. 刚解放嘛，然后呢，这共产党就把这个硬板呢委托给苏联老大哥啊，在那儿建。那一张人民币是呢，就3块钱，中国有一张的话，卖到10万，6比10万。嘻嘻嘻嘻。不要给纸币，3块钱纸币。嘻嘻。对，绿颜色的。这个是胜利的宝藏啊，你们会看有没有啊？ 不，不，这个都是国家的。然后呢，之后呢，这个六十年代。Do you speak English? No. No, no, no. 大家嘻嘻，嘻嘻。啊，喏，嘻嘻。都是修了一半没修，中国人后来又自己修的嘛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造币厂也是的啊。China, 这个好，特别不行。那么知道印度中国人造不出这个技术来怎么办？废掉了吗？很快就这个不通行了啊！下一代人民币就开始不通了。比如说那个3块钱的币。China, children, China, child, China, China. Do you speak English? Yes. Yes,